欢迎来到世界之最系列探秘，今日话题，世界十大游戏之最排行榜，在这里我们将一探究竟，哪些游戏和公司在游戏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从玩家人数惊人的网游到短命的奇观，每一项都有其独特之处。现在就让我们从第十名一直揭晓到令人瞩目的第一名吧。第十名，世界上最大的游戏公司，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简称腾讯，是全球游戏行业的巨擘，以其庞大的市值和游戏业务的年收入著称。截至2020年，腾讯的游戏业务年收入高达数百亿美元，其市值更是超过了5000亿美元，堪称是游戏界的霸主。腾讯的成功可以从几款具有代表性的游戏窥见一斑，例如《王者荣耀》作为其旗下最受欢迎的移动游戏之一，但是在中国市场2020年的收入就超过了200亿人民币。而《英雄联盟》这款由其全资拥有的 Riot Games 开发的游戏，全球范围内的热度依然不减，年收入也达到了数十亿美元。腾讯的游戏版图不仅局限于中国，其影响力遍及全球。通过对外投资和收购，腾讯已经持有或拥有多家国际游戏公司的重要股份，其中包括拥有堡垒之夜的 Epic Game 的部分股份，以及对部落冲突开发商 Supercell 的控股。这些战略投资进一步扩大了腾讯在全球游戏市场中的影响力。第九名，世界上最烧钱的游戏，征途是一款由中国游戏公司巨人网络开发和运营的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自2007年推出以来，便以其高昂的开发和推广成本闻名于世。据报道，这款游戏的开发和营销总成本超过了6亿元人民币，在当时创下了中国网络游戏产业的记录，也使得征途成为了世界上最烧钱的游戏之一。征途的开发团队汇集了国内外顶尖的游戏开发人才，投入了巨额资金用于游戏引擎的研发、游戏场景的设计以及角色建模等方面。游戏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图形技术，提供了一个宏大的游戏世界和精细的视觉效果，这无疑大大增加了开发成本。征途的营销策略同样耗资巨大，游戏发布之初，巨人网络就投入了大量资金进行广告宣传，包括在电视、互联网、户外广告牌等多个媒介上投放广告。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是，巨人网络曾斥资数千万元人民币在中央电视台的黄金时段购买广告，这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做法。此外，巨人网络还举办了多场大型的线下推广活动和游戏展会，进一步推高了营销成本。第八名，世界上最难的游戏，魔界村是一款由日本卡普空公司于1985年开发的横版过关游戏，自推出以来就以其极高的难度而闻名。这款游戏最初在街机平台上发布，后来被移植到了多个家用游戏机和移动平台上。魔界村的主角是一位名叫亚瑟的骑士，他穿越各种充满敌人和陷阱的关卡，去拯救被恶魔大王绑架的公主。魔界村的游戏设计充满了挑战，玩家控制的亚瑟骑士只能承受两次攻击，第一次被攻击时亚瑟的盔甲会被打掉，只剩下一条内裤，第二次被攻击时亚瑟就会死亡。这种设计使得玩家在游戏中必须小心翼翼，精确地避开敌人和陷阱。魔界村之所以被誉为世界上最难的游戏之一，原因在于它的多个方面。敌人设置，游戏中的敌人种类繁多，每种敌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攻击模式，玩家需要熟悉每种敌人的行为才能有效地避开或击败他们。关卡设计，每个关卡都充满了陷阱和障碍，玩家需要精确的跳跃和攻击才能通过，而且很多关卡还有时间限制，增加了通过的难度。复活机制，魔界村的复活点设置的相当苛刻，一旦玩家死亡，往往需要重新开始很长一段游戏，这对玩家的耐心和技巧提出了极高的要求。结局挑战，即便玩家勇闯六大关卡，击败最终的恶魔大王，游戏也会告诉玩家这只是一场幻觉，需要玩家再次完成全部关卡才能看到真正的结局。第七名，单人游戏玩家最多的游戏，帝国时代是一款由 Ensemble Studios 开发并由微软游戏出版的历史战略游戏，自1997年首次发布以来，就以其深度的策略元素、广泛的历史时期覆盖和精细的游戏设计赢得了全球玩家的喜爱。作为单人游戏的代表，帝国时代不仅提供了丰富的单人战役模式，还允许玩家在标准游戏模式中与 AI 对战，
体验建设帝国的乐趣。微软在2020年宣布帝国时代系列的游戏，自1997年以来已售出超过2500万份。根据 SteamFA 和其他游戏统计网站的数据，仅帝国时代耶决定版在 Steam 上的拥有者数量就达到了数百万。考虑到不同版本平台和非官方渠道的玩家，整个帝国时代系列的玩家数量很可能达到了数千万。第六名销售量最多的 FPS 游戏《使命召唤》系列是由美国动视暴雪出版的一系列第一人称射击 FPS 游戏。自2003年首款游戏问世以来，这个系列迅速成为了全球最畅销、最受欢迎的游戏之一。到2020年为止，整个系列的销售量已经超过了3亿份，这不仅令《使命召唤》系列成为销售量最多的 FPS 游戏，也使其成为全球最成功的游戏系列之一。《使命召唤》系列最初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以其沉浸式的叙事和紧张刺激的战斗体验获得了玩家的广泛赞誉。随着系列的发展，游戏的背景也扩展到了现代战争、冷战乃至未来战争等多个时代。每一部新作都会引入新的故事线、角色和游戏机制，保持了系列的新鲜感和吸引力。第五名，世界上最早的手游。 Scramble 作为世界上最早的手持电子游戏之一，标志着移动游戏时代的开始。尽管它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手机游戏，但在技术和概念上为后来的手游发展奠定了基础。 Scramble 最初由日本公司Konami 在1981年开发为街机游戏，后来被适配为手持电子游戏，让玩家能够随身携带并在任何地方享受游戏乐趣。 Scramble 是一款横向滚动射击游戏，玩家控制一架飞机穿越各种障碍和敌人的攻击，目标是尽可能远的飞行并获得高分。游戏的挑战在于避开地形和敌人的火力，同时管理好有限的燃料。玩家可以通过摧毁燃料库来补充燃料，保持飞机的飞行能力。第四名，世界上收入最高游戏公司。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通常被称为腾讯，是一家总部位于中国深圳的跨国科技公司，也是全球收入最高的游戏公司之一。腾讯通过其庞大的游戏投资组合、强大的分销网络以及在全球范围内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确立了其在游戏行业的领导地位。腾讯拥有或持有多家著名游戏公司的股份，包括拥有英雄联盟开发商 Bandai 的全部股份，持有堡垒之夜开发商 Epic Games 的部分股份，以及对部落冲突开发商 Supercell 的控股权等。根据2020年的数据，腾讯的游戏业务年收入超过了数百亿美元，占公司总收入的重要比例。腾讯不仅是中国最大的游戏公司，也是全球收入最高的游戏公司之一。第三名，世界上最短命游戏。 Tears Saga 是一款网络角色扮演游戏，由日本游戏公司 Sabino 开发。这款游戏以其短暂的运营期而闻名，在2017年上线后，由于多种原因，仅仅几天之后就宣布永久关闭，成为了游戏史上最短命的游戏之一。 Tears Saga 在2017年的短暂上线期间迅速引起了玩家的关注和讨论。然而游戏上线后不久，玩家就发现了多个严重问题，包括游戏内容的不完整、技术故障和潜在的版权问题，尤其是一些游戏角色和元素被指控抄袭其他知名游戏，引发了版权争议。鉴于这些问题，开发商 Sabimo 做出了快速反应，决定在游戏上线几天后立即关闭服务器，并结束 KS Saga 的运营。这一决定使得 KS Saga 成为了游戏史上运营时间最短的游戏之一。第二名，同时在线人数最多的网游。英雄联盟通常简称为 LOL， 是由 Riot Games 开发并发布的一款多人在线战斗竞技场游戏。自2009年发布以来，它迅速成长为全球最受欢迎和影响力最大的电子竞技游戏之一。以其庞大的玩家基础和高峰时期的同时在线人数而闻名。英雄联盟将玩家分为两支队伍，每队由5名玩家组成，每位玩家控制一个英雄角色。游戏的主要目标是摧毁对方的水晶塔，而这需要团队合作、战略规划和个人技能的结合。在其高峰时期，英雄联盟创下了令人瞩目的同时在线人数记录。根据 Riot Games 的数据，2019年时峰值同时在线人数达到了数百万。这一数字不仅展示了游戏的广泛受欢迎程度，也反映了其在全球游戏社区中的重要地位。第一名，玩家人数最多的网游《英雄联盟》，自2009年由 Riot Games 发布以来，已成为全球范围内玩家人数最多的网络游戏之一。以其深入人心的战略游戏玩法
多样化的角色设计和丰富的游戏内容吸引了全球数亿玩家的持续关注和参与。英雄联盟的玩家基础遍布全球，覆盖北美、欧洲、亚洲等多个地区。根据 Riot Games 的数据，到2020年，英雄联盟的月活跃用户已经超过了1亿，这一数字反映了游戏巨大的全球影响力和持续的吸引力。游戏的玩家群体不仅包括休闲玩家，还有大量的职业玩家和电子竞技爱好者。英雄联盟在电子竞技领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每年的英雄联盟世界锦标赛是全球最受瞩目的电子竞技赛事之一，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选手和数百万在线观众。这些赛事不仅展示了游戏的竞技魅力，也促进了电子竞技文化的普及和发展。通过这一次的世界十大游戏之最排行榜，我们见识了游戏世界的多样性和无限可能。从单一的手游到庞大的游戏帝国，从高难度的挑战到短命的奇观，每一项都是游戏世界独特的风景线。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对本期内容感兴趣，请在评论区留言。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影片，请订阅我们的频道。